楊思琪考慮母女檔接作。昨日楊思琪就跟五歲的女女 Crystal 齊齊出席活動，獨立照顧女女的思琪就表示已經幫女女找到國際學校升讀小一，雖然學費貴但仍然覺得值得的。一直以來都有不少廣告客戶希望思琪可以母女檔上陣，思琪都表示不抗拒，但就暫時不會考慮給女兒做童星。母女檔齊齊賺錢就無所謂，佢都好有表演欲噶，佢好中意唱歌啊、跳舞啊咁樣咯。喺屋企啊，成日都喐唔停嘅。係啊。有冇諗住俾佢做童星啊？又冇諗喎，唔好咁快喎。即係主要就係佢自己中意玩嘅興趣啊，咁培養多啲咯。係，譬如佢中意唱歌，咁俾佢學下唱歌啊，上下堂啊。而家都學緊嘅。仲有學緊乜嘢啊？游水啦，系啊系啊，即系求生嘅本能呢啲要识咯。希望佢游水又可以健康啲啊。不过好好笑的一样嘢就系佢上次喺嗰啲电视嗰啲 program 睇到人打功夫，佢话妈妈我想学打功夫。佢有时即系未学跳舞之前咧，佢就会有时自己喺度耍噶啦，咁样咯。系啦，咁后屘俾佢学咗跳舞就好啲咯。佢知道譬如有啲舞步啊，咁将佢啲功夫嘅动作美化咗佢。咁就變咗啲好活力嘅舞步咁樣咯，係啊。咁你其實有冇啲工作咧 approach 過你嘅女啊？其實即係譬如可能拍廣告啊，都有問過嘅，係啊。遲啲先啦，如果有適合就可以一齊去下咯，係啊。咁有小活動出嚟俾佢即係攞多啲經驗啊，見下唔同嘅人啊，接觸下，其實都適合嘅，係啊，都好嘅。